欢迎使用科学人杂志中英对照知识库。科学人杂志的历史。1845年，爱迪生和莱特兄弟尚未诞生的年代，《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已在纽约创办。《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是全球最受敬重也最受欢迎的科普杂志，全球科学家智慧与拙见的发表园地，目前已有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此发表文章。科学人杂志的地位。Scientific American 杂志是全球科学研究者、媒体、学生最常引用的科普杂志，甚至美国总统及国家科学顾问都以其作为科学决策之参考。科学人杂志知识库的内容与介绍。科学人杂志内容涵盖多元面向，串联生物学、宇宙学、医学、物理学、神经科学、环境科学等，报道全球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及产业趋势。除了原 Scientific American 文章精确编译外，台湾延伸企划采访篇章约占40%，借由浅显易懂的编辑呈现方式，轻松掌握科学趋势，预见全球变革。科学人杂志收录2002年创刊以来到现在所有科学人杂志内容，每月更新前一个月的资料。知识库还可使用目录浏览、标题、作者、译者检索、全文检索、知识分类浏览等方式搜寻到想要查询的科学主题。每一种检索方式均提供交叉查询功能，您可根据个人需要选择，自行设定查询条件，深入了解相关内容。文章内容提供中文、英文、中英对照三种阅读模式，并可点选中文或英文 PDF 杂志版面阅读。此外，提供科学小字典功能，协助使用者能更有效吸收科学新知，特别将文章中的各类科学术语及专有名词整理出来，除了列出中英文对照外，并列出其属性及参考资料。接着为您介绍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线上资料库知识管理平台。首先，需先登入才能使用科学人杂志知识库，可点选右边的登入，或直接点选科学人杂志知识库，点选下方的进入资料库，会切换至登入画面。请选择登入方式，输入使用者的账号及密码并按登入。回到首页时，右边变为登出，则表示登入成功，即可再点选科学人杂志知识库，点选下方的进入知识库，即可进入到科学人杂志知识库。科学人杂志中英对照知识库操作使用说明。来到知识库的首页，开始检索，即可以看到知识库主要检索与浏览的界面，包括目录浏览、标题、作者、译者检索、全文检索、知识分类浏览，并提供一个辅助工具——科学小字典。此外，您也可以利用快速检索方式，在输入框内输入关键字词，选择您要检索的方式后，点选查询，即可进入检索。接下来说明知识库的浏览以及检索方式。首先说明目录浏览部分。进入目录浏览后，您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入当期杂志的浏览目录。第一种方式为直接点选杂志的封面。第二种方式则在出版年月地方选择年份以及月份之后，
点选开启目录，即可进入当期杂志的浏览目录。接下来说明标题、作者、译者、检索。点选进入后，您可以在标题、作者以及译者的栏位中，任意栏或多栏中建立资料，即可以进行查询。举例说明，您可以在标题的栏框内输入奈米，在作者的栏框内输入福德曼，接下来选择栏间的逻辑运算方式，选择 AND， 则代表包含奈米以及包含福德曼的文章才会被检索出来。如果您点选 OR， 则代表包含奈米或是包含福德曼的文章都会被检索出来。另外，您也可以利用下方的作者译者清单列表，点选进入后，以作者的方式查询他所有著作的相关文章。可以使用的方式包含注音检索、笔画检索、外文检索。我们以曾志朗为范例，在注音检索的地方点选资，进入后即可以循序地查到曾志朗作者的名字。点选进入后，会先看到作者的简历，下方即会列出所有作者的著作文章。点选进入后，即可以开始阅读。接下来说明全文检索的方式。您可以在关键字词的栏位内输入关键字，点选开始检索即可。若是您想要精确检索范围，可以点选进阶检索，选择出版的年月或是知识分类项目即可。举例说明，如果您想要知道奈米在生命科学中的相关文章，您可以在关键字词内输入奈米，完成后点选进阶检索，在知识分类的地方点选生命科学，按开始检索，您就可以看到所有关键字词奈米在生命科学这个知识分类下的所有文章。最后来说明知识分类浏览的方式，一样点选进入后，即可以看到知识分类浏览下的检索方式。在这里，可以借由点选知识分类来浏览所有文章，并可以利用栏位间交集的 AND 或是连集的 OR 来做相关的查询。举例来说，如果想要检索有关生命科学以及医学相关的文章，则栏位逻辑运算就要选择 AND。 如此，同时符合生命科学和医学两项条件的文章会被检索出来。相反的，您想要查询生命科学或是医学相关文章，则栏间逻辑运算要选择 OR。 那么只要符合生命科学或者是医学的文章都会被检索出来。接下来介绍知识库的辅助工具科学小字典。点选进入后，会弹跳出小字典的浏览框，您可以直接在查询栏位中输入中文或是英文的字词后按查询即可。接着介绍知识库文章内的辅助工具和开启辅助功能。点选开启辅助功能，用滑鼠在文章页面上拉取所要查询的专有名词或术语，科学小字典会自动显示查询结果。当不需查询时，可点选取消辅助功能即可。最后，我们来说明文章浏览界面的介绍。首先，我们先随便点选一篇文章。您可以利用阅读语言的地方快速切换阅读的模式。浏览框下方即为 HTML 格式，您可以直接浏览文章内容。如果您想要阅读文章的 PDF 档案格式，点选开启中文 PDF 后，即可以另外开启 PDF 浏览视窗，就可以开始阅读此文章了。
科学人杂志中英对照知识库操作说明到此结束，谢谢。